wish you all a really blessed Christmas and a wonderful New Year.有没有什么要报告了？啊？No？有。哎，赶快讲。碰到中国人就有工作了，没有。刚刚师傅您提到那个要找另外一个地方，东西可以用的话，我想提供一个地方给您，请看。哪里？ 你买了哈？将来，已经买了。是我的地。哦，在哪里？在将来。将来是哪里？将来是跟将来很接近。将来是在哪里？在我的北边，师傅。啊，多远多大多宽多少房子？大概跟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哇，足球场？那呀，喏。 How big is it? 我没有玩足球，我不知道。 I'm not man, no. I know nothing sport. How many meter? My God, can you just tell me simply meter? How difficult? 10,000多。 Okay, 10,000 square meters. 是，前面呢是有很大的那个栗子树。哪里前面？ 这个地的前面。OK，是你的，我是别的。是我的。那个栗子树也是你的。有没有写名字？<笑><笑>我以为找错。后面呢？如果要按照师傅讲的那么大的地房打住的话，是没问题。没问题。 10,000 square meter 房子or T? 一万。地。 10,000 only, yeah? 全部盖起来就没办法走动了。十万了，师傅。啊，十万，十万跟10,000不大一样。哇，讲话那个样子。OK， 10,000是当然不一样啦。OK。 而且前面我们本来已经叫了一个地方，是打坐的地方，那不是很大。多大？ 50 square meter， 像这个样子差不多哈，比较大。可以放行李，前面那个。OK，还没盖任何哈。啊，有。只有那个50块。我有一个房间。OK。2楼的，大概里面100多平方米可以。啊，然后我们坐哪里？坐大。那个房子是够给我狗用而已，然后。<笑> 然后我们坐哪里？如果喜欢就照那个打坐的地方就够了。我们怎么能够盖？如果师傅想盖的话，我们自己盖。我们不能盖，那怎么办呢？不是您如果出钱，我们可以盖。哦，哒哒哒，哒哒哒哒，蹦蹦。这块地也是贡献给坐中心。 哦，我最怕那个样子。我们以前盖好几个，后来他们就拿回来，我们房子也不见了。No no， 以前他也说 no no。那如果师傅怕这样，师傅买也可以。我不敢啊。OK， 那块地有什么我要买呢？便宜的，师傅。便宜哈 ，OK， 因为泰国不一样嘛，泰国当然 OK。 对了，不过我们那边。 政府会不会允许我们盖大的？
这应该没问题吧？啊，应该没问题。OK， 懂懂。那个四周围有什么好的？啊，是在山脚下。山脚下面。山脚下。对的，不过那个脚多大？有时候他们说200万家都是山的。但是过去100米就是上一个小山坡，有一个小山坡是我们的，但是我们的地是平的。懂。然后后面是有很长的很大的山。懂。OK， 那个 我不管那个山了。而且附近呢、啊、没有人养猪。没有。也没有工厂。OK。我们的那个北边就养牛哈。那个山北边呢、啊、是那个农田。OK，OK、okay, okay.。OK， 而且是从大马路从迁来的机场到我们的地才六十公里，大概一个小时的车啊，60公里。对呀、啊，不过那塞不塞车啊？不塞，是高速公路，不塞车啊。因为泰国那个以前我住在那个地方啊。哦，师傅，到那个是曼谷不一样。到那个曼谷的好像是20公里而已。3个小时，师傅，这个4个小时有时候，这个没有塞车，这个是北边呐、啊。啊，我们来就会塞了，人多嘛，不会塞车。对，我懂，我懂，那个比较凉哈，北边比较凉。有3个月是大概17度到24度这样。哦 ，OK， 几个月？哪个月？12月，1月、2月，那就跟蒙古差不多吧？不一样，比较凉哈、啊，比凉多了啊。当然，嗯，北方比较凉。有时候现在今年比较凉，现在好像晚上外面还11度而已。嗯，哦，好棒哦，不过好远啊。师傅不远了，真的不远。不远了，当然到你家2分钟啊。因为飞机如果到曼谷要坐飞机到香莱也是1个小时啊，那香莱的飞机场到地也是1个小时啊，到哪里？到这块地。OK， 从曼谷到香莱1个小时飞机，有没有飞机就对了。有。很多吗？很多。OK， 哇、wow. ，OK， 听起来很好，不过我不知道怎么办了，还要盖房子，哇，好久。如果盖打坐的话，盖很简单，不会很久。盖那个墙壁而已哈。啊，我们铺水泥地，盖屋顶、嗯。墙壁呢，我们盖一般上面呢搞做成那个沙。嗯。沙的。嗯。纱布。嗯，懂。如果我们要盖起来，就用塑料布再盖起来，很方便。嗯，为什么不弄那个窗户呢？啊、窗户嘛，不浪费钱的是不是？因为我们打坐呢、啊，如果是全部是沙的，它嗯，风够，懂懂，我懂。那、啊、他已经都考虑好了，有没有那个画图了？画图我们可以画出来。我知道，我知道。我们的房间我们自己画的。嗯哼，懂了，懂了 ，OK。嗯，哎呀，再看看哈，哎呀，那个地方有没有马路可以开车进来那种，或是要自己开？这个、马路是到地是到那里为止 ，OK。到我们的地啊，懂懂。那边有电有水了没？有电啊，水现在是用山上的水，如果我们要用多水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做地下水。井对对。或者如果我们做很多那个水塔、嗯、一个雨具我们可以盛很多雨水在那边、嗯、因为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去打坐的话就是这个冬天最好，嗯，一年用一次也是很合算的、哦、因为如我们去租旅店啊很贵很贵，漂亮啊，你都想好了，真的很合算。我懂，我懂，我懂，我懂。其实我好累啊，想到埋地、盖地、生井、又挖井、又
深井已经很难了，要挖井，哦，要水井啊。不一定难了。啊啊！我们的地已经买了十多年了，啊，没有问题。懂。那个10万 square meter 都是平吗？平的。哦，哇哦，这么大啊！后面有山哈。西边有山。啊哈。北边有农田。东边是马路进的。OK。东边到南边，我们的门口朝南。啊、，OK，OK， 东边是空的哈，没有。没有山挡哈、啊，山很远，很远的山有很远的，很远的、啊，啊，OK， 一定很漂亮的，你的好意是很漂亮了、啊、哈，我是蛮喜欢的，就是好远啊，我现在也从这边跑到那边看，哦，I don't know， 不过泰国也是蛮方便哈。对大家很方便，好吧啊，是哪一个英雄把它埋下来再说了。好，我再想想看哈。不过你不要留给自己用吗？我们两个人住不完哈。我们跟师兄两个人年纪大了啊、哦，那个草啊，它长太快啊、哦。好。如果我们大进教学就没草了。一个人要砍草砍不完。我说不让野牛吃啊，野牛没吃，野牛啊，我认为是野牛。怎么10年前没讲啊？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台湾方便，我也住泰国方便。那个时候好像还不很清楚、啊。不清楚 ，OK， 现在清楚了哈。Yeah， 平常是这样，头发白白的就会清楚，越白越清楚，奇怪，这个颜色是跟聪明有关呢。不过你看我头发都把它弄白掉了，给人家认为我蛮聪明一点。以前头发还讲没人听有没有？现在头发白了，有电视啊，什么总统什么都来了，好像有用。OK， 我再想一下哈，马上不会决定啊，而且还有3天也可以去参考的，看看哈。OK， 那个地啊，就没问题了，我们。哪里都可以买了，就是看看有没有福分这样子哈，哪里方便看看呢，命在哪里 OK 哈，再说哈，那个看听起来很好哈，哈好听哈，OK， 还有什么事？ Good news， yeah， 如果能住那边也是蛮简单的。然后别的月是怎么样呢？别的月大概雨季是比较下雨比较多啊，下雨闷不怕雨，真的很热，是30多度吧，三十四哈，三个月这四季，34是我们晒太阳啊，在家里不会那么热，当然了，家里面有冷气吗？没有，我们那边没有冷气，也没有电风扇，没从来没有用。也不用。啊，不过多人就会热了。如果几千人的话，一定要有冷气，不然受不了啊。如果那边是冷天的地方的时候去是最好的。对了。懂了，哇，好漂亮，弄这么多钱。OK。我没有看到，哇，弄得好漂亮哈，越来越漂亮，上次没那么漂亮，看多人来就亮起来了啊。OK， 哎呀，事实上哈、哦，哪里都好，就是哪里想跟家一样就比较好，不然跑远是好累啊。啊，在泰国的话，对台湾人啊、亚洲人比较好，然后欧洲人
都好远，美洲、中南美等等好远哈。哦，我以前哥斯达黎加也有，美国也有，台湾也有，对谁都远。嗯，我不晓得现在哪里都不觉得家了。现在蓝的游行啊，哇，好蓝啊，真的。那个不是不能做的，讲的是很好的，也很简单的、啊、哈。那个盖也不是有什么问题哈，我们只是蛮快，就是我看看有没有缘分在那边，好不好 ？OK 哈，哎，就没问题嘛。地那么大啊，又是自己的地哈，又是可以买的，我盖也可以盖的，有钱就好了，很简单嘛。OK， 还有谁要报告什么？哪一块地还有？啊 ？No， 都是中国人吗？都懂中文哈 ？Oh man， 啊 ，good， 你们都老了，哎、啊。头发都白白的，想通了、啊、还有谁要报告什么？你们地方有什么好的？师父，现在美国的那个电视媒体界对师父都越来越注意了、第一个我们那个 NBC、到师父的餐馆做 report， 听到听到、嗯、然后最近CNN Fox 有报道师傅的Shine Award 到一个老师 yeah, 给他1000块那个，昨天有看到 yeah. Surprise 谁 Surprise 那个老师 Surprise 我们当然 Surprise 他们有做这个报道啊报道啊，这就刚好而已，我们都给很多了，没有人管了。有刚好那个地方啊，对，所以现在媒体界现在越来越注意到支付，刚好像 publisher 啊，然后啊 ，OK， 呀呀，那些 media， 哇，我们有一大堆的 media support， 有没有看到呢？我们要谢谢他们才知道多少，哎，因为我说那些好的报纸，我们要谢谢嘛，报纸电视，哇，现在弄起来那个 list 那么长，你们今天有没有瞄到？哇，好长的一个例子啊！哪一个国家多少报纸？哇，看起来很壮观，过瘾啊！想不到啊 ，OK， 还有很多漏出来没有弄的呀、yeah。那我们你的那个重点呢？重点就是说，回来美国，我们因为想说再多一点，像60 minutes 那个 talk show。所以我们就找一些 professional 的 PR，做一些 presentation，然后他们开始就做 research，说我们要 promote 书的话，我们先要 promote 这个 author， 就是要先 promote 这个作者，所以他开始研究师傅的 background，然后所有的事件，都很 imagine， 非常的惊讶，然后都非常 support，然后他也看了 SMTV，然后他们非常的惊讶，说这个。从哪里来啊？这怎么好久没有看到？然后所有的广告，我们这个 magazine newspaper，然后那Times Square，等等，还有 airport，那他们很 imagine， 他说你们有没有 professional 帮你们做？没有。我们说没有，我们自己只有一个 professional。然后他说他们packaging 起来的话，他说师傅会 will be very big in country。In what country？ 就是在美国会非常非常非常 big。这样啊，还没有 go big 啊。在媒体界，他是想说在媒体界啊，这样会啊，他这样 predict 是不是？对，他限量这样限量啊。他做了分析完以后，他说。你们继续做你们现有的这种广告，然后我再加上他们媒体有他们媒体的一些 format， 他说再加上这些 format 的话，这个媒体界就会 accept 这个。OK OK， 这样好，这样动物会有救，世界有救，有时候我睡不着，想到他们痛苦睡不着，讲。那像那个 Happy Yogi 那个 James， 他只是在。在TV 前面看了5分钟10分钟，他就很 imagine， 他说，哇，这个 SMTV 的 quality 很好。当然了。
啊，所以我很忙嘛，要看他们写一些什么啊，有时候他们乱写哦，整天改来改去。刚才啊，要改好几个，刚才了，有时候都 surprise 我这样子，已经改好了，就几张人名又改。哦，好了好了，没事了，呀，就这样 surprise。所以说 television 方面，他们已经开始要做一些动作啊，然后这个。publisher 的话也开始在跟我们谈 yeah 所以说不光是这个电视的媒体，还有这个 publisher 出版界也是在沟通的 yeah OK yeah 所以说整个运转非常动作非常快 这个是在美国那个境内 美国是比较难的，不过这样很好，世界越来越好了嘛，你看多少和平啊，多少连美国那个 nuclear weapon 也现在砍了，砍了剩下只有 25%， 慢等一下也全部也砍了，算了嘛，要砍那通通砍嘛，何必留啊 25% 干什么啊？啊，已经很好了哇！想不到那个布什总统也他自己本人要砍呢，懂吗？谁还不会 surprise 他？哦，太好了，我颁奖给他，鼓励一下嘛 ，Good boy。Yeah，OK，还有什么 ？Yes， 都是好消息哈。我们已经有地了，现在有媒体，现在你有什么？是的，感恩师父加持。现在来义屏东来义呢，修行气氛非常好。现在非常好了。对，一切都完全上轨道。同修都好，希望师父能够再度回到来义常住。What？ 真的好希望。开玩笑。我苗栗不能住，我跑到来义住。台湾是蛮不错呢，告诉你哈，夏天这件苗栗很凉哎。在我山林那边很凉，然后冬天就跑到来义那边去哈，哇，太好了，几个小时而已，然后又要更凉的话，就跑到那个阿里山那边就好了，台湾什么都有哈，下雪也要呢，也有呢，哎呀，太棒了，真的，不住台湾可惜哈。开玩笑，我不回去了。不是不回去，就是，哎呀，好累嘛，不晓去哪里了。事实上，以前呢住台湾就觉得那像家一样哈，后来离开了以后，我都到处流浪了，好像 homeless 啊。而且现在台湾的媒体对师父也比较友善啊，都有正面报道。他们好一点了嘛 ？OK， 现在哪里都好了嘛，不是台湾而已。别的国家呢，说很多国家都不认识我们也很好啊，何况台湾，台湾是最烂的，本来应该认识我。对啊，人家不认识人弄得很好，你看那个 list， 哇啊，全世界哪一个都好，不认识呢，哎，替我们广告免费的，或是 50% discount 呢，都不认识，从来不认识的，哪个国家我们连名字也念不出来的那个，也已经很好呢。哦，好多国家，看你好感动，看他们报告啊，哪一个报纸啊，哪一个国家，哪一个人帮忙帮忙，哇，到处都有，好漂亮，世界越来越好了。OK， 护法都跑出来嘛。Yeah。台湾是很好，不过看情况嘛 ，OK。我已经讲过了，我已经很懒了，懒得办了 ，OK。已经走了好几年了，逃避了，现在累了，就想哪里都好了，哪里有房子安静就住了，哪里没人吵闹就住了，哪里没有人那个在那边乱写乱弄乱讲就住下去再说了啊，休息一下了，休息一下了。这几年以来业障太多了啊，连住哪里都不行啊，到处都跑，跟逃难一样，你们不知道。现在松一口气了，呵呵，住一住再说了啊，然后看一看有什么大的地方给大家来，偶尔来看师傅，或是谁随时要来就来这样子那种。冬天我们有热气嘛，夏天就有冷气嘛，我谁吧谁。
不怕。呀，不是这边拿的，要买别的嘛。OK， 慢慢来再说。就是偶尔你们从台湾跑出来玩一玩也不错嘛。啊，台湾那么小，觉得有时候觉得叫什么 cluster public， 中文怎么讲？意思我怕那种小的恐惧症，恐惧，空间恐惧症，呼，讲那么长，OK， 就是那种了哈，海岛的精神嘛，哈，偶尔跑一跑，看比较宽一点，所以台湾才能报纸才这样子写呢，乱写很多。没有接触太多别的嘛 ，OK， 都是 recycle 啊，是就比较窄一点。好，不过现在好了，这样也好了 ，OK， 呀、yeah ，还有别的吗？谢谢师傅。啊，不客气，谁呢？谁呢？还有谁要讲？师傅餐馆在 NBC 访问了以后，那很多人都打电话来说。你的餐馆在哪里、哦、现在好多好多人来吃客人来吃客人好多好多、哦啊、谢谢他们了、啊、谢谢那个因为他们说我们那个饭馆的世界是集中第三名的对对那个top three top three 前三对哎讲 top three 他这个 Hippie Gourmet 他是全世界在跑就是说他会去采访这每一个餐厅或者是什么地方好吃、嗯、他都跑全世界都跑的 3, 全世界 top three 也就是说他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的饭馆就是 top three、啊、他说吃的竟好吃哎呦感觉有爱心在里面、嗯、对啊而且又很 original 对、嗯对呀、yeah, 很那个原味的啊不是 copy 谁的那种啊太棒了当然了。而且他说他很相信我们同修嗯他自己最亲近的人需要照顾他说他如果交给我们同修他非常相信。那呀我们善良嘛嗯、yeah. ,honest, yeah, okay, yeah, 这样子我对你们是很骄傲了 yeah, 因为这样子可以代表师父嘛他们看徒弟就知道师父是怎么样的啊 okay?这很简单嘛看水果就知道是从水果出来的啊苹果就是从哪里来呢苹果树啊是吧啊柳丁呢柳丁树柠檬呢酸死了当然OK, 呀、yeah, 懂了哈啊那你们善良的话大家就可以评论嘛。啊、慢慢来人家会了解了 OK 嗯、啊、世界好一点哇看起来好舒服好像大家都现在好像很沟通的样子、啊、好像很听啊、啊、好像我们指哪个方向大家都好像往那边跑了好像那个样子我就感觉得很舒服啊当然比较慢了不过总比没有好啊即使世界变善良的话即使世界末日也不会怎么样嗯大家善良嘛就上天啊你们的去哪里我不管我是讲了外面的那些人你们有师父你们自己照顾自己我已经指路了自己跑了 啊真的是很舒服啊啊因为我每天要检查新闻嘛，很多都是好好的新闻呢、啊，好好的，嗯，我要替他们选新闻呢、啊，你懂吗？哪个要做什么，要改那个，我又不是英国人，要改他们的英文，写得很乱，有时候，哎呀，刚才还要改两三个地方。已经上台了我说哎怎么乱写什么时候乱写那个出来我记得没有写给我先看呢、啊、都是乱加然后叫他改他就又乱改懂不懂上面就变下面下面变上面、又再改一次哎呀天天跟他们
不过他们很热情啊，就是有时候做的不对。Yeah, some more? Anything else? Yeah. 哎，师傅，哎，师傅刚提到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讯息出去哈，现在很多人都会很接受，而且会自动帮助我们。啊，像我们最近都在做 SMTV 的广告嘛。嗯。那福尔摩沙呢，经常都到国外呢去做这些广告，嗯。那在广告过程，有时候我们就很意外，就是有一些人他们会来帮助我们，嗯。那譬如在那个亚瑟拜仁的那个国家，亚瑟拜Azerbaijan Central Asia、OK、那有一个人就是他就是有帮我们翻译就疏忽的样书、那他翻译完之后呢，他就说呢，他到死之前呢，他都会呢帮助师傅的工作。Azerbaijan、Azerbaijan 那个知道 对了，那个老了哈，哎，对，就没有人告诉我，到现在才告诉他已经走了。那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那个国家的外交部派他去中东工作嘛。那在他工作在中东工作期间，就一拜访期间，他还帮我们翻译那个 SMTV 的广告。他是一个大学里头的一个 institute 的一个 director、那刚好就是说那个 institute 呢，刚好是有很多就是附近几个国家的那个学者都在那地方做访问。所以他就请了就是那学者帮我们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去帮我们做这个广告。很多人帮忙哈，这个人很善良。他伤天了嘛，他没有做什么事，就当第四天了。哦，都是因为很善良啊，很帮忙啊。我刚才查到了，是啊 middle 啊，中等式呢。你们爬得很辛苦，上不去。心嘛，是啊，好善良啊。他说不管你们需要什么，我一定要帮得到忙的。他就翻译过师傅的样书之后， 他就说他真的了解师傅里面的内容。那真的，他是在往生之前，真的都还一直帮忙的这个师傅的工作。那时间到了吗？还比较老了。最近到了，不过上天了，上得好棒。这么好的人当然哈，理所当然哈。OK， 还有谁？师父，那个师父的鸟语兄弟跟狗宝贝在花莲的小学，他们的校长跟教主任主动来要，然后把他给小朋友画图啦，然后上课的时候就解释给小朋友看。他们问小朋友说，你们爱护动物跟无上师爱护动物有什么不一样？小朋友说，那个无上师照顾动物就一直一直的跟狗宝贝讲话、然后一直说我爱你我爱你这样。乡下的小学呢，他们都没有图书的，那都市有的话呢也没有，就是、比如说鸟是鸟，没有人带动动物、爱护动物这样的互动，所以他们都很喜欢，都懂啊、都主动来要、那么县政府也给我们挂在他的官方网站，让学校来要。那图书馆的话，他们对于那个新闻杂志非常的喜欢、新闻杂志部分有时候他认为一本两本不够，都要一点这样、里面很多、对，里面很多正面的、还有大学的部分，大学跟知识分子喜欢师父的著作《中国神话故事》，大学生很喜欢《中国神话故事》。哎，对，很喜欢那个。他说他们可以作为教中文的教材啊，对，他们本来就有了，为什么等我讲？很白话这样子，很白话啊、很有趣。我们送了很多。OK， 太好了，我们去。到一个国小的校长啊，师傅只是说把他编嘛，那校长就把那个师傅救援的四海一心救援的状况啊，拿来趣味问答，问得很正面，真的。小朋友问说，那师傅的精神，他希望世界是怎么样的？哦、小朋友很踊跃，哦，都站起来举手，那举手来问答。当然是都靠你们的嘛，啊，你们多广播啊，多分给大众听才这样。不然他们也不会知道啊，花莲好远嘛，都靠你们的啦，啊，谢谢大家哈，他每一个国小
都来要了。那也是给小孩子最好的，从小那个教训那个爱护动物的话，他长大他会这样子。嗯嗯，大人就说太晚了 ，OK。不过我们小小大都教了，希望谁能够听就听嘛 ，OK。谁能够了解就做下去。OK， 还有谁要报告什么东西？师傅、yeah. 我们那个鸟的书跟狗的书 有送到那个CEO 那个Warren Buffett 的 financial 的那个 company 的 CEO、oh. 然后他看一看，他说他会送给 Warren Buffett。 Yes、oh, okay. yeah, 他说他会送给 Warren Buffett。 Yeah，所以我们现在 attach 到另外一个sector， 也有另外 sector，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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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来，全部都跑， yeah, 全部都要 cover， 都进入，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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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因为社会现在比较渴望那些肯定的精神啊，肯定的 energy 呢气氛，不然到处都，整天工作很累了，回来又看到什么都全部都是很否定啊，大家都会很累了。嗯，然后有时候去看电影，又是加单啊什么，战争啊什么一大堆的，哇、哦，真的是，就是往那个佛定那边去，都大家都会很累啊，所以我们是做肯定为了他们好一点嘛 ，OK， 嗯 ，Yeah，What else？ 还有谁？你们怎么能够跑到 Warren Buffett 那边去？因为接触的越来越广啊，懂。那个 PR 现在已经很熟了啊，懂啊 ，OK。那我们现在做 newspaper 的广告，也就找一个 agent， 他可以 cover 整个全美。懂 ，OK。那就很快了 ，OK， 越来越好哈。Yeah，it's good。那一个慢慢去。懂。没关系，这个就是第一步是这样嘛，万事开头难嘛 ，OK， 开头了以后我们就去了，这样子，对啊，哪里这么简单？度你们那么简单吗？啊？OK， 还有谁？惊天动地的事，我们就是哈，这个 retreat 就是轻松快乐的，来这边吃饭呐、啊，啊，打坐不打无所谓，然后睡着啊，吃饭呐、啊，讲笑话 ，OK。好，那个师傅就是刚刚听到师傅好消息，就是有那个嘛，很快就这边有很大的地方嘛，嗯，那哪里很快，找了好久了。跑了好久。那个上次那个师父跟那个 Slovenia 总统那个视讯会议完以后，嗯、那很 surprise， 那个视讯会议那本那个 Slovenia 总统在没有很大的 promotion 下，一下也都是冲到那个 Kingston、嗯、就是 Formosa 那个最大的网络书店，也是第一名。嗯，然后很 surprise， 所有的那个狗宝贝的书跟鸟宝贝的书也都是就是这四本书全部在前四名。在 on category， 就 one two three four， 尤其师父书那个第一本书已经四个月了，他现在都还是在，还是第一，对、啊，这样子比较好，这样他们一直排在那边、就是，不然如果没有第一名，他们就把它退了，然后别的第一名就出来，就是因为现在人家渴望那种嘛 ，OK， 嗯，我觉得那种书哈，即使像过年呐、啊，或是什么节日啊，买给。亲戚朋友是最好的，因为它保留很久，好几代都可以用，因为我们弄那个瓶子好嘛，啊，所以好几代都可以用。从小孩生出来就看那个了，小孩生出来就看了，可以说传宗，啊，传宗接代，嗯、啊，哎呀，啊，就不会失踪的哈，啊，都保留在房子里嘛，啊，变成。私人的读书啊，图书馆啊等等，然后小孩生出来就看那种善良的气氛啊，就一定很好，对国家什么都好的。嗯，所以其实买书比就买别的礼物好吗？别的礼物吃一吃就没了，或是用一用就光了啊，这本书就可以保留很久。嗯，呀、yeah, ，所以大家
都可以多买、啊、他们呢、啊，有时候要买给妈妈，有一个、要买给亲戚朋友都好、嗯、就比如说世界已经很想通了，头白了。OK， 还有什么事？那就是那个 Slovenia 总统来，有那个我们的外交部本来邀请他们来，他们都觉得不大可能。他说、impossible 啊，这怎么可能是总统？怎么 possible？impossible 就是感觉的他不大愿意要来啊，参加这个。不会、啊。然后一来参加完以后就 surprise，就觉得 amazing， 比他们外交部做的还厉害，因为他们连请也请不到。那结果我们竟然能请到。这个斯洛文尼亚总统就是师父能够请到，然后那结束完以后，他们又听到师父邀请总统，他们看到师父跟总统之间的对话啊，然后师父说、哎、来台湾啊，来台北很好啊，哇，他也很 impressive， 就是说啊，师父真的是真的做得比他们外交部太好了，然后他们还主动说你们要赶快去邀请总统来，来我们全力支持，这样就要靠我们这样。那当然对我们所有的 Formosa 的所有的同修来讲，就是因为很大的地方还有三个月嘛，那我们想说是不是师父就跟 President 是不是农历年的时候就再来 Formosa。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因为他是总统嘛，因为他师叔嘛，善良，所以我才拥护他啊。不过我已经想通，我已经想过了，我请他为了你们而已啊。然后我让他自己来那边看你们做不？对呀、啊，他来就对台湾好，对我有什么关系呢？啊，我又不是台湾人啊，我替你们请就已经很好了，何必我还要跑来啊？啊？啊？邀请师父？什么？我们都邀请师父。啊、我请他，他已经答应了嘛。师父来对台湾更好。那你们催动一下，是请他什么时候来嘛？请要请喊请他来啊，哈、弄一个 proposal 说我们会怎么请你啊？会有什么、security， 会有外交部什么的都有准备好。如果您什么时候要来哈，好，是就请让我们知道这样子。OK， 我们随时等待这样就好了。OK， 好，别提我名字啊。我经常过吧，他自己过来就好了。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有，你们什么都要哎、啊，再说嘛，他如果来再说嘛。是。不过他那个人已经答应了，他一定会来吧？他好的总统嘛，嗯，呀。那总统有邀请师父也来。对。他有讲，不过我有说 yes 吗？啊？我有说 maybe 呢。I say yes. See you in Taipei. No， 他自己讲了，他说的可不是我说，他说 we will meet in Taipei， no？ 我跟你们说，我懒得跑嘛，不过看看再说了 ，OK？ 我觉得他来已经够了嘛，来然后就跟政府沟通啊，你们带他去玩了就够了，我来又做什么？我来不来也是这样啊，啊？不一样是对你们不一样，对。再说了 ，OK 啊，他来再说了啊，那个。因为他如果来台湾，师父不在的话，等于这个家庭没有主人，他来这边。哪有主人？不是我那里。我怎么是主人？台湾开玩笑，你们有总统啊，有那个政府，这样子才比较好嘛，那是。领导人员嘛，跟大家一起这样刚好啊。我这个，去别的地方玩啊。我是 middle man only 啊，我就帮你们沟通，给他过来这样子而已。他会失望，因为他没有看到师父在台湾的话。哎呀，他想跑到我家看的嘛。他，我那个时候说不行啊，他会不会难过啊？我不应该这样讲哈，不过我实话实说，我就是这样的、啊，
从小都这样。我应该讲比较婉转一点哈，我一定当不到外交官了。我已经讲好几次了，还当不到啊，当不到有外交官，嗯，大使馆那些人最好不要请我了啊。我真的是为了世界要好啊，我也才去看你们的，连你们我不想看了，我就早去看外面的人。嘿，你那个鸡鸡他打外挂呀、yeah, 还有五分哈、啊、OK 我先专业了。好好久了嘛，自己也有做过摄影啊，去外面教那些小小的，嗯，要有艺术感才能教，嗯，还有 cameraman's eye， yeah， not everybody has it， I have it， 他们有说的，他们看师傅教上的时候，师傅有那个 camera person's eyes， cameraman's eyes， OK， 还有什么事？嗯，师傅。Yeah. 自从狗宝贝跟鸟语兄弟出来，然后再加上斯洛文尼亚这个总统这个《我的生命的请示》这一本书出来，然后新竹就一直在推动这个书给外面看。Yeah. 那我们就把这个书呢就尽量要推动，然后我们是在清华大学跟交大办了两场那个动物书展，让那些学生哈能够看到那个就是。我们是希望他们很快能够跟我们一起沟通，嗯，所以交通大学有个旺旺社，就是专门照顾动物的，嗯，他就跟我们合办，大概就是这两天，嗯，其实这两天他们在交大就有办一个动物书展跟素食的品尝会，嗯，然后我们跟他介绍这些爱护动物的方式，嗯，然后有一个同修 他就送了一本书给要选举的一个立法委员，然后我们的公关跟我讲，他说哎，你不可以这样子，他们正在选举，你不能送书。但是他们说他们很有机会，嗯，结果没想到那个人没有机会。看完了以后还介绍我们说，再过几天那个另外一个要以后要选总统那个马英九他要来，他希望我们也送一本书给他，嗯，他说这本书真的很好，嗯，他看完这本精神改变啊。对，我觉得说因为他们是最怕输的，那这次已经不怕输，还要推荐他们说，另外再送一本给这个总统，所以我觉得他们灵性真的都有在改变。对对，嗯，所以我没有写那么多，都是照片，懂不懂？照片呢自己讲出来，我很小写，写一点而已，有没有？多数人书看得累的嘛，这本我就要轻松快乐的，一看就很舒服。啊，马上就蹭进去了 ，OK， yeah， 不是像那么很大的，我看书我自己也很累，我知道了，啊，这些书是要给人家马上感应的，懂不懂？马上就蹭进去的，就不能写很多了。所以以前他们本来哈 ，book department 怎么讲，我们苗栗那个印书组哈，他们想把我那本书，本来我写英文哈，他就送过来的，中文已经翻译好了。连在一起的，你懂不懂？那看起来很拥挤啊！我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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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要印中文的话，另外一版印啊。这本书是要空旷的，要有空间的，要轻松的，不要那种 commercial， 不要那种买卖的那种气氛，会人家压。哎呀，你不相信我，你再问那个印刷组啊，就是这样啊。我写很小，啊。我写很小，有没有？嗯，不是整个都字满满的，刚好而已，懂不懂？还有很多可以多写，我可以写不完啊。不过集中写一点而已，啊，给人家有兴趣，然后有兴趣再问再答嘛，啊，或是可以再出版啊，别的没关系。不过讲够用嘛，了解吗？因为人家多数都很匆忙，知道吗？然后我们要人家爱护动物的话，是要赶快这样子送进去，懂不懂？如果写的一大糊涂，哎呀，谁要看嘛？懂不懂？他们不要看的话，都对动物没利啊，了解吗？了解。宁可他们看一点而已，就有趣，看多少就容纳多少这样子，接受多少这样，这样比较好。我怕这种书我不能写太多，写太多怕他们那个
消化不良。哎呀，我不写那么多，就是这样。懂了没？现在知道了啊，为什么了哈 ？OK， 那两位都拿到了哈，好了，然后总那两位就多少位，懂不懂？嗯，对呀、啊，应该知道这样。啊、人家那么忙啊，啊，很多人不了解动物啊，了解吗？他知道动物可爱这样子，不大了解，嗯，不有兴趣，懂不懂？然后你写那个，什么的，强奸大海什么给他看。No time， 呀、yeah? ，No time， 就这样子，那这样子小小的给人家刚好，嗯，开胃嘛 ，OK， 然后他自己喜欢，他自己多找别的树看，那个狗树、牛树也是，你要找的话还是满天都有了 ，OK， 那种专业的哈，每一只鸟都有一本书的，哎。比方说我家里我养什么鸟我都买那种啊，我养那个 blue and gold 我就找 blue and gold 回去看 OK， 然后我养那个白的那个我就找那个白看看，要知道他们要吃什么啊，啊，他们生活情况怎么样 啊懂不懂怎么照顾啊，最少那种基本啊 OK， 然后我家如果只有十只狗而已，不过我哪一狗的数都有啊，还没有狗以前研究很多了，很多书本了、啊、我现在家里没有很多，不过以前很多，现在已经减少了，因为搬家太久了，搬家多少次了，然后这边是居几本，那边是居几本，有时候来不及拿，有时候要跑，那不能拿任何，不过好多啊，什么狗都有、啊、什么鸟都有，不是说那些鸟我养而已，那些没有养我也有，每一种类的鸟啊，每一种类的狗都有写一本书的，有一些小的，有一些大的，所以我不要再弄那种啊，了解吗？不是那研究啊，它的鼻子长得怎么样啊，它吃什么东西啊，不是这样子，这个是多灵秀，做那个爱心的那种书，是不能太多，了解吗？嗯，太多一边啰嗦。啊、所以正式人物也喜欢的、哎、连记者什么也喜欢的，记者就不爱书了，他天天写的嘛，看得腻的也喜欢，明星也喜欢，听懂吗？谁都喜欢，老师最怕书的也喜欢，学生啊也很怕书了，他已经在学校已经很多了，哪里还要拿那种书来看，还是很喜欢，因为他很简单，刚好啊，刚好可以感觉到而已，就不用那么啰嗦了。OK， 啊 ，Yeah， 还有什么？再报告另外一件事。嗯，因为有无上师电视台之后，那每个中心都有培养一个就制作节目的 team 嘛。嗯，那我们新竹有几个同学就参加外面的他们的教学，就是等于社区营造的。嗯、然后其实他们每天都要每次上课要交作业，然后其中一个同修上课的时候、嗯、就跑到我家来拍我家的狗狗当他的作业，嗯啊、外面的人他们其实很惊讶，因为我家的狗狗都是吃玉米，我都是烫玉米给他吃跟红萝卜，嗯，他跟我讲他交作业那天他说很好笑，一开始就是我烫了很多玉米跟红萝卜，嗯，他们就在想说他们两个吃这那两种而已啊，他们最爱吃的是这两种、哦 okay、然后他们说摆在桌上的时候，他想说那个他们的老师就在想说这要干什么，这一家人这么多人要吃这个东西、嗯、就看到一只狗狗跑出来， 我那个狗狗是小型的、嗯、马尔济斯那种狗、嗯、啊，一只小狗要叼一根大的玉米叼着之后他也有养狗，他完全不知道狗可以吃这个东西，哦，我的狗好爱那个玉米啊，是那种烫的玉米好喜欢，每一只可以拿两三只来咬，是的那咬不够还要咬在里面那个吃不腻啊，是、嗯、所以我想说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欸、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外面的人也知道说其实不是人可以吃素，连狗狗什么都是吃素的，狗好喜欢啊、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让他们能够看到说、啊、因为他有问我、嗯、他说那你还有没有给他别的，我说以前呢他有吃点起司啦，不过他们最喜欢你，要是两天吃不到玉米就受不了了。啊，这样的。我的狗什么都吃啊，什么都吃。不过天天都有给那个，素食了，
不是说蛋白而已，不是说那个饭而已哈，不是面包而已，每天都有那个 vegetable， 对，蔬菜，还有水果，然后偶尔给他们一点那个 biscuits 啦，哎呦，蛋糕那种啊，就是那个哈饼干。那个是不大好的啦，不过偶尔给一点的东西，他们好喜欢啊，什么都喜欢啊，真的是。还有给那个 nut 坚果啊，对啊，什么都吃啊，好喜欢啊呀。还有那个 vegetarian bone 呢、啊，素食的那个骨头啊，啊，好爱好爱，什么都爱了。是。我狗有时候有时候哈，那个外面的他们做那种叫什么鱼哈，就很有腥味啊，很像鱼一样。是我们我不想吃嘛，我就说给狗吃算了，他们也不吃，啊不吃，带来闻闻，然后就跑掉了，又不是不饿，那个正饭的不吃。他听到我讲，他说你不吃我吃吗？你认为我们是谁吗？真的不吃啊，有时候太腥味他们不吃，不是属于鱼而已，有时候他们做什么那个 shrimp 啊什么啊 squid 啊什么啊一大堆的他都不吃啊，我不吃他就不吃，任何东西我不喜欢啊，腥味太浓啊，很像那个真的那种一样，我都吃不下，我会想呕吐啊，吃不下。然后我认为狗无所谓嘛，反正素食就好了，不是说真的嘛，他们不会介意的，结果他们介意不吃，味道而已。他们真的很懂啊，啊很懂啊。有一次有个长处。从国外回去台湾，然后看我送我一盒巧克力，那我们家狗狗爱吃，然后我们家狗也爱吃那个榴莲，不，狗不要吃巧克力啊。是后来才知道。没关系，一点是无所谓啦，不过那种是不对他们不大好。那也有一个吃饼干的故事哈、那有一次在西湖在，但因为蓝明富有进了一个进口的饼干，然后100多块钱，我看还不错，给狗狗吃，狗狗没有吃，然后就说：“哎呀，这个100多块钱都不吃。”狗狗一听到，赶快回头就开始吃。那么贵也不吃，白不吃。他们都会听啊，哎。我很讶异，真的是很聪明。他们会给你 surprise， 常常这样，常常这样。有一次哈，我们狗的事情讲不完，一讲到这个。比方说他们真的很聪明，很知道了。哦，好几次了，我讲不完了。比方说平常他听到谁在外面的话，他就会叫了很大声，然后一个接一个叫，然后通通都叫了， OK， 跟那个 opera 一样。不过如果是警察或是什么人来啊，讲半天，站在外面整天讲话，他也一声也不吭出来，没有人知道有狗在里面。哦，这样好几次，鸟也是这样子，不讲话。平常哇哇，然后哇哇哇哇哇，整个哇哇受不了。他听任何人在外面，他都叫，然后一个树叶掉下来也叫。不过如果是谁来查什么，哦，一看，哦，好几次，而且站在他的门口讲话呢，很吵闹了呢，我一次你没看，哦，好几次，不是一次两次，在飞机啊、计程车里面，哇，他们都不讲，鸟狗全部都静悄悄的，一个呼吸也没有，真的没听到任何。平常哈，我在外面呢讲电话而已，从那个门口外面讲话，那个已经关门了。他听到了，他还逛了出来了。他听到我讲电话，他就讲，他听到谁讲电话，我是谁在外面讲话，他都参加的，你懂吗？隔壁啊，不管隔壁，我是路过的，我是谁都无所谓啊，认识不认识的，听到了就叫了，然后鸟都整个都。
唱起来了。不过那个木盖讲的那个情况，清吵吵的。哦，每次我来不及叫他们，不叫了，他们都知道哎，灵性的很厉害啊。然后还有好几次，比方说哈、啊，平常他看到啊，看到鸟什么都会，有时候会催他们呐、啊，让他们吓坏了。所以我骂他们了，我说你们呢、啊、这些很粗鲁啊啊！如果你们吃东西啊，人家会来这样子吵你们，你们喜欢吗？然后他就 sorry 了，不讲了。OK。不过每次我就去喂那个野外的鸟啊，他都很喜欢跟着，很喜欢跟着。我说我好怕你们，你就去外面，人家就不吃饭了。那就是不会，就是不会。OK， 好，我就相信他们，相信他们，叫他们出来。OK， 可以出来，因为夏天嘛，整天闷在房子怎么行嘛？所以我做什么也要让他们出来，我就去喂那些鹅嘛，在那个野外，然后他们真的出去一个人坐这样，坐的一排这样子看了，一点都不讲话，一个毛也不动。我说如果你们乖乖坐的看的，尊重人家吃饭的时候，我就会 OK 了。我就会再让你们出来，真的是这样做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坐了一排这样子看，坐跟一个那个什么，statue 一样，什么雕像一样，奇怪，我也觉得很厉害，他们真的是熟络眼呢，真的懂我讲什么。哎呀，因为我说你们这样子让人家怕坏了。我有时候他出来一看到那个，一看到哇，好高兴，他就追他们玩嘛，就追玩。不过人家哪里跟他玩？人家是野生的，哪里想跟他玩啊？啊，吓坏了，都不会跑了。说不让他们来，后来拜托嘛，我就让他们出来，真的是静悄悄的，坐在那边不动，不吓坏也不。不咬给人家，不咬动，我是不讲话了，就在那边真的尊重了。哦，好厉害，好厉害！所以你跟动物了以后，你就懒得跟人了，真的。他们说什么就什么，懂吗？真的很会了解啊。啊，很有灵性，对。OK， 还有什么事？不然的话，我讲狗的东西讲不完啊。狗粮那些讲不完。Yes， 师傅啊，那个密苏里州啊，就是前一段时间做报纸和那个广告做啊，一直都反应不是太大。最近就是做那个十月份以来做那个飞机场做那个广告啊，开始有人问就是怎么安装这个卫星啊，卫星天线什么、哦、这个来他们很喜欢想看那个节目。啊，那个，这个我们也感到很高兴，就是最近这几个月来，嗯，反应比较大，嗯，但在这个过程跟他们联系过程中，我们发现呢，突然发现有一个新的方式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就是飞机场它有这个闭路电视，现在基本上都是 CNN 控制的，嗯，但是实际上不是CNN， 是一个飞机场跟他们一个这个合同，嗯，是三年一签一期。嗯，然后我们就跟那个 manager 那个试探，就是跟管理员跟试探一下，那这个是不是基本上就他们完全控制我们这个 SMDV 有没有可能就是取代他们那个？嗯，他说可以考虑，但是过几个月、半年左右呢，他们那个 contract 就是合同过期了，好、嗯，所以要重新看。OK， 所以我们就想把那个给他们看看，如果行的话，哦、他那个。当然，就是因为那个是 live，、太好了，这样的效果就非常非常非常大。多做那个 PR 嘛，多做 public, yeah, 那个给他们看我们什么样、yeah. 怎么样，他们喜欢，他们才让啊。Yeah, 最近呢，就是啊，那个中部以前一直都是反应比较慢，是最近开始反应比较多一点。太好了，不是说你们弄那个 cable network 吗？台湾。对。对啊，所以现在大家谁要看都可以看啊。那个闭路电线、我们社区的闭路电线已经几年了都一直用，但是那个好像看的人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多，好像是真的、呀，这个飞机场要是行的话，当然看的人就非常非常会、对对对 OK OK， 那越来越好嘛、尤其是最近刚刚那个师姐介绍那个 Fox News 一播以后啊，大概什么就是那个 Fox News 那个一播以后啊，就会啊、人就会
会更多将来。Yeah, yeah, okay. 那个正好也是巧，那天那个一个报告，那个 Fox News 2的 reporter 和那个 cameraman 啊，嗯，我们给他一套书的时候，那个两本狗书，一个那个鸟书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人都非常喜欢，因为他们家都有狗，嗯，他们甚至说有一个狗是跟那个师傅的狗一模一样，嗯，他说一看哦 ，that's the connection。So, 还有，而且有一个 Cameron， 他也养那个鸟，也是也有鹦鹉，所以说他们非常喜欢。同时，那个照相那个人啊，他就说是你是在 Fox 那边呢、啊，在美国啊？我们在美国，我们在啊。你去那个给那颁奖的时候一起去、啊？对，颁奖是我们在那找哈、啊。然后那个 Cameraman 还照师傅像的时候啊，就是 Sample Booking 的像的时候啊，嗯、他就说是看翻了几页，他就说是你能不能把这个再给我几本？嗯，我也不知道他想给别人、给别人看，挺好挺好，所以、yeah. 所以我们就把他地址要来给他、okay. 怎么给他寄去啊？当然 ，OK OK， 这真的巧合，我们又不是请他， yeah. 又不是说他会来。我们在这个发展之前送过四个电视台，把就是给他们参考，就是说有这个、有这个事情，然后也有电视、有报纸也送过一份啊，就是其实可能是发奖，这是一个好机会传播这个师傅的。消息对于外面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哦，懂。Yeah， okay, 就是。OK OK， 他们说他们已经观察那个五个月了嘛，所以刚好有兴趣，刚好就来了啊。对对。啊，太好了。OK， 有缘的人啊，哈、啊。OK OK， 不过你们也是很用功了 啊。I appreciate it。Yeah， OK， it's good. The animals appreciate it. The world appreciate it. Yeah。It's your world, no? Also, no? 是你们的地球呢？你们的世界呢？啊，嗯，我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啊，我来来去去了啊，客人嘛。OK, OK, 那我们一起工作，也许可以成就吧？啊，可以成就，也许不能再弄跟以前一样，不过不会更坏这样子。那、啊，嗯 ，Very good. Who else?那个师兄讲过，我想起来一件很有趣的事、有趣有趣。那位师兄的师姐他有一次他写 email 说，哎，我们的狗狗书鸟书怎么不送给那个军队里面 military， 因为很多军人他们到了伊朗以后到了、去打仗完回来都有后遗症，嗯，都非常害怕，对，然后对未来非常的 concern、嗯，他们心灵非常的孤单，嗯，所以我看到这个我也很感动，说这位师姐也想到他们，嗯，然后我说可以啊、yeah. 一般来讲我们会想到说 government 的话我们会比较这个吗、然后他就去联络，既然他可以送过去，他送书去的时候送多少本啊、一两本呢、他们每一个 library 他大概有送四个贝斯、okay, 最少有四个贝斯、给他们看嘛，对，他跟我讲的时候我没想那么多，我说很好啊、去试，他真的就去试、然后很巧的是刚好他要送书的时候刚好那个 computer 不 work， 他就这样直接就送书到那个 base 的 library 里面去，那到哪里那个 military 的那个 base、然后那个 base 的人就好高 library 人家当然很高兴、他就收了、然后收的人都 library 里面的人都很高兴、Yeah， 所以很 surprise 的，我们的书可以进到 military 里面去， okay， 另外一个部门哈，哎，越来越广了。对，就是说你问的时候，你讲的时候，我只要跟你的 library talk，他就会说，哦，好，我可以帮你查。OK， 那一般 library 就会很高兴说要收，快一点就 OK 了。Yeah， 所以我们的书也进到 military base 去了。Yeah，OK。Yeah， 他们就说，一般来说别人donate的东西，他们书啊，他们都会要，但是能不能上架？ Yeah。保持还是再转送给别的图书馆，那是没有保证。Oh， 但是我们一送到他们那边前台的时候，那个图书馆员来看，他说这个书这么好啊，然后翻翻页，翻翻哦，我们肯定把这个留下来，反正就放在那箱里。Yeah， 当然，因为这本书简单嘛，又 colorful， 什么很简单消化，对，不是太严肃、又漂亮，那轻松又有一点有趣的故事，所以大家喜欢。Yeah。等到第三本出来，哇！我们已经开始做广告第三本了。
已经呢，已经在那个进行 当中了呀。我已经弄好了，送给他们了。不过这个术好也不会那么快好，意思说可以继续学，可以继续下去的，因为好漂亮，好美的东西，野外真的好漂亮，嗯，风景啊什么的，灵感啊什么都很好。OK， 下一个，哪一个？师傅你好，我在台东偏远的山区教书。那我曾经把那个师傅的那个鸟语宝贝的那个 DVD 影带给我的学生看。嗯，那我们全校只有22个小朋友，那一班只有4个小朋友，里面其中就2个小朋友在看完师傅的 DVD 之后啊，那隔天晚上师傅就带他们到那个到师傅的家。那小朋友都可以直接跟动物鸟啊，他们都是直接的沟通。嗯，对，他鸟啊跟动物啊都直接跟我们的小朋友玩啊，跟他们讲话。嗯，然后最后我就跟小朋友说，你们觉得师傅爱你们吗？他们跟我说他们觉得师傅非常的爱他们。谢谢师傅照顾我们的小朋友，谢谢。OK， 嗯，小孩是比较单纯嘛。Yeah， 说说。目前无上师电视台就是在澳洲跟纽西兰是放在那个 D2 的卫星上面。那可是我们纽西兰，所有的那个付费的一些，电视公司啊，或是那种，免费的那个电视台，他们都是用在D1 上面而已。所以如果要有一家那个付费公司，他是说我们去跟他谈了以后，他说如果我们能够上在 D1 的话，他可以免费帮我们播出这样子。那有可能吗？我不晓得 D1 是什么，就是卫星的代号。I don't know， 你要跟那个 SMTV 报告一下看看。OK， 好，谢谢。看看那个 ProCon 啊，怎么样？ OK， 下一个。讲到那个无上师电视台，报告师傅那个福尔摩沙一个好消息，就是因为福尔摩沙大部分都是 cable 嘛， yeah. 都很少人装那个 satellite， this, yeah. 对 disk。那所以那在师傅的加持，那我们的 PR 也就开始去联络那个 cable 的 TV。嗯 yeah. 那一去的是有一家，因为 cable TV 你要播出来很贵的，嗯，算一算，他都算一小时给你一天播的话，就是一天如果一小时，然后播一个月。那可能就要花很多钱。那如果24小时播，那可能就要，例如说$10万之类的，那样可能超过那样。而且他们手续还会很繁琐。那在台北这边刚好就是，真的就是师傅说的护法就慢慢出现那种，就有一个 PR 跟那个有一个 cable 的那个董事长这样，就是聊一聊，然后谈一谈。这个去哪里碰到那个董事长？啊 ，PR 他们本来认识，以前有认识的，然后就。然后谈一谈他就是有时候那你这要播意思就是要很贵的意思啦，但是那 PI 就把他又就是喝茶喝了，就说不管，那可能就是要播，然后他说那看一看吧。然后他后来一看觉得哇内容很好，最后就主动帮我们播，也帮我们解决很多要申请的问题。所以那个台北他其中有一区 cable 现在就可以看了，就是整个那个收视户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无上师电视台National， 没有，就是台北而已。对，只有台北的一区，对，台北又还分好几区，一部分而已。对，哦、所以他要继续努力啊。不过这个已经是很 surprise 的，yeah， 一个 encouraging news、okay. 啊，总一个跑到一个吧。奇怪，已经上 list， 怎么又不买 disk？ 好可惜，是我还能做什么？哎，真的世界好难救哈！我们已经出钱出力的弄出来了。也不想买 disc 看 ，disc 很便宜嘛 ，disc 不是很贵啊 ，disc 本来就是最好的了啊，越来越像那个 satellite 比较好 ，cable 是很旧的系统。OK， 谁？师傅呢？最近写了这些动物的书，嘿，我们就觉得出去跟外面介绍的时候呢，外面真的都觉得非常压抑，嘿，这书呢内容真的他们都非常受到了吸引，嘿，嗯，那比如说我们去广播电台去介绍师傅的书，嘿。他本来就一去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说要播10分钟，他跟我们做10分钟的介绍，但是我们跟他介绍完之后呢，就是录完之后他就跟我们马上跟我们讲说要播20分钟，然后呢播出来之后，而且他隔天马上就播了，播出来之后呢，他说他们平常也很少重播，但是呢这书的介绍他还帮我们重播了一次，
那像我们上课的时候啦，有时候我们就会讲一下书的内容给学生听啦，或者放一点那个影片啦，动物的影片，还有有时候师傅讲笑话了，就是无上电台的笑话，就每次上课之前呢听到了，然后上课马上讲给他们听，然后就顺便跟他们介绍说呢，这是呢从无上电视台来听到的一个笑话，叫他们去看。他现在上课的时候就同学生呢就会主动要求说，老师今天有没有要放影片，我有没有讲笑话。Yeah.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些讯息。Yeah. 年轻人他们真的很喜欢，越来越好，就是没有人叫他们而已。对，大家都是不知不觉，就是叫不完了，我一个人就叫不完了，靠你们了。那我们发现就是说，像台湾大学里面，就台湾的校园里面一般都会有流浪狗的问题。那发现就是说，其实现在校园里面的年轻人他们还真的蛮有爱心的，就大部分的校园呢都有这种社团，他们就会照顾流浪狗，帮他们打扫他们地方啊，然后去照顾他们，帮他们，因为结扎一般人比较能接受嘛。现在台湾政府已经规定很好呢。Oh my god， 这么快啊，好厉害。当然我告诉你，就是要有人提醒嘛， OK。不过那个人应该要诚心啊，真的要爱动物才能，不是说为了这个为那个是才感动人心啊。所以你们如果诚心的话会感人啊。那 OK， 我们去读书会介绍啦，这书的内容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那尤其是小孩子呢，他们看到师父的书呢真的是很喜欢。Good， 世界越来越好。我看到政府规定那个保护动物，哇，真的好感动，太好了啊！越来越好，大陆要跟台湾谈和平等等。Oh my god， 啊，然后很多国家都把那个武器都消掉啊，等等哈，要建和业合并啊，等等啊，很多都帮助啊。帮助非洲，帮助那个弱小国家，现在好多。我们以前那个，比方说每个月都有那个，谢谢那个 list 啊，有没有？以前呢这样一张，现在哦，22分钟，那个这个月那个 award of the month 啊 ，thank you award， 22分钟，哪一个电视要破那么多时间？为了谢谢人家的，越来越长啊，懂吗？22分钟，这是那个 award of the month， 那个叫什么？每个月那个谁得奖什么那个啊？谁弄好住的？这个月啊，播那个11月嘛，22分钟，22 minutes。听懂吗？奇怪，很多不可思议都发生了，很多想不到了，很多上美国把那个什么原子那个武器都毁掉，奇怪，懂不懂啊？这个是很大的事情啊！啊 ，My God， 多少年了，他们哪里这样做？啊，然后北韩呢也毁了，然后等等等等啊，讲不完了。我目前想不起来，不过很多天天都有，都是惊讶的。好像大陆是要恢复这个信仰自由是吧？现在啊，这个忘了，总统也宣布了说恢复那个自由信仰了。越南现在也是这样子啊，印那个圣经出来啊，然后什么啊，然后大陆全弄一个。电脑是 Internet 怎么照那个孔子那个教育啊，而且翻译成38种语言的，孔夫子的，政府弄的，懂不懂 ？Internet 是电视那个我忘记了，38种语言，你们看呢？大家报告就我们电视上啊，啊，孔子啊，然后现在自由信仰啊。还鼓励啊，又说要训练很多信仰的人出来服务大众。越南也是一样啊，我们就没共产了啊，自然就没有了，不用做革命什么那个流血流汗的什么哈，太好了。还有 anybody else？ Yeah。
另外就是说师傅讲，就是说像我们出去介绍这些动物的事情哈、啊，嗯，动物他们好像真的都会知道，哎，知道，哎，譬如说我们那一次广播电台播出之后，哎，我觉得那一天呢，我们家的狗呢就是特别不一样，哎，嗯，真的，怎么不一样？他就一直靠在身边，然后一直舔，一直舔，这样子，啊、他好像，谢谢，我觉得他好像知道这件事情，哎，当然知道、哎。那有一次我们要去介绍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要去介绍，哎。然后呢，前几天我就梦到，哎，狗狗来跟我讲说呢，狗介绍的太少了。哎、为什么太小？你们真的弄太小？因为我们大部分因为鸟呢，我们是比较先去介绍嘛，啊，懂，所以然后又那段时间又蛮忙，所以我就想、啊、就拿之前介绍一些内容呢出来剪，嗯，比较方便。这个是新鲜嘛 ？OK， 懂。狗介绍太小。哎呀呀，不是你跟他说狗，人家都知道了嘛。鸟是比较小的，因为那一天同时我们邀请一个就是收养流浪狗，他说他已经收养过流浪狗大概5000只嘛，目前有8000只，我们就跟他合办那个活动，然后请他来做一个演讲，嗯嗯，介绍大家就是推广就爱护动物的概念，嗯嗯，然后那一个人他们应该之前大家都不怎么认识师傅了，嗯，但透过这个活动呢，他就了解哦，师傅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对动物这么有爱心呢，他们都非常高兴，嗯，那他们都希望以后我们能够多跟他们一起办活动，嗯，一起推广这一些爱护动物的观念，yeah。 除了当师傅以外哈，还当狗的妈妈，呀，也喜欢狗了，没有狗是死不行了，嗯。我每天也要喂他们那些呀、啊，啊，跟他们，啊，昨天还跟他们睡觉，因为 我怕5天我不在嘛，4、5天不在，我跟他们讲好 ，OK， 今天你们可以跟师傅好，不过别吵别闹哈，这真的不吵了。他们都知道我的那个心情啊，那知道如果我很那个很注重工作，很那个集中要工作的话，静悄悄的，我就在脚下的躺在那边躺这里，全部都躺了。没讲话，如果他知道我有空了哈，没事盖的，那做梦的。不过人家想啊，是不是没有没事情盖了啊、哦？吵吵闹闹，天来天去，吵来吵去，跳来跳去，亮来亮去，要这个要那个，懂不懂？嗯。不过他知道我工作的时候，哇，静悄悄的，不吵了，嗯。我就跟他们说，现在我忙哈，你们要帮我做功课哈。homework 啊 ，OK， 坐在那边想一下我应该怎么弄，然后他们就 OK 了。哎呀，他真的知道了，也是不用讲了，他们会知道你心情怎么样，很简单的，是跟狗了以后懒得跟人了，真的是跟人解释半天他还不想懂你啊，他懂他也不想懂啊啊，他能懂已经很好了。他又想懂了、哦、那就更难了，懂不懂、哎、有时候装不懂啊，装聋卖傻了，烦人家、嗯、狗是很简单的，不用讲话他心灵沟通啊，那他很舒服啊 OK、嗯、人很困难啊哈，人很困难，狗是很简单，跟狗有时候是好轻松哈，狗鸟什么很懂，那个他们都懂啊啊。我平常去那个晚上很晚进去看看那个鸟的那个温度嘛，因为他们不要太冷啊，所以我常常工作就完了，有时候很晚进来看一次两次，看看温度有没有差别，有时候跳电什么的看看啊，嗯，哦，那天没事，我进来啊，那个鸟的树出来了哈，哦，没事我进来，他们都讲话了。I love you. 啊 ，How are you? 然后你好。And then grab, you know, 抓我这边，抓我那边，看眼睛什么的。然后嗯 ，kiss kiss， 一直抓在那边，抓手了，抓了放着不放啊，抓在那边，然后弄 cute， 弄那个可爱那种哈。啊，如果不靠近，不给他抓的话，他就从上面、啊、爬下来的地板、啊、地板那个木头很软、啊、他躺下来、啊、然后抓自己的尾巴啊，摇来摇去看我
啊，将来看看，都是这样子，嗯。然后另外，Yeah, can you imagine her tail so long? Yeah.I just lay down on the floor and put the tail up in the air and just hold the tail, huh? 抓着尾巴，然后在那边摇来摇去，就看我，看来看去，然后那个头弄这个样子，那个样子，懂不懂？哎呀，好可爱，嗯，那个就是不是开灯就来弄的呢，我就用手电筒啊。因为晚上嘛，他们已经睡觉了，我想我静静默默，本来他们也静静的，就一两个出来而已，嗯。那个另外那个叫 African Grey 的，他常常我一进来，他的哟，因为我都是这样子嘛，还有 Kiss 嘛，我这样子他就，嗯，哎，那天全部都出来了，吵吵闹闹的，要注意力的，啊，谢谢什么的一大堆的，好可爱，嗯，他们都很懂啊。很懂，真的很懂，你知道他懂，嗯，那主人都知道了啊，意思说，照顾他的人知道他，我们爱他的时候真的很沟通啊，他想什么你马上知道了啊，他感激你你也晓得，他 sorry 你也晓得，嗯、啊，我那个黑的那个狗哈 Rottweiler 啊，专门 say sorry 的，啊 sorry 完以后再来再弄。他 sorry， 因为他怕我罚他，就是他如果太坏了，我就把他放在另外一个房子，懂不懂？啊，几分钟了，让他知道这个是 bad boy， 所以他最怕是被关在额外的，不跟别人家一起玩啊。所以每一次他做坏事，我骂他哈，也不是骂什么，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好坏好坏、啊，因为他喜欢玩那个 shadow， 怎么讲？影子啦 ，OK， 我没有空整天找那个叫手电筒给他玩啊，很忙啊，所以他自己去找嘛。太阳啊，照到镜子里面啊，或是有时候风吹啊，然后他就影子在那个墙壁上，他就来抓了。哦，整个墙壁哦，哎呀呀！我说你这样子，万一我要卖这个房子，我怎么卖啊？啊，然后他就从那边呢，都爬到我那边看了 ，sorry， 他不怕跑掉，他不是我骂他，他不会怕跑掉，他就跑更近了，然后用那种可怜的眼睛，啊，然后可爱的脸啊，这样子要卖了啊，我每次都买，不过有时候我生气了，我就不买了。他还是可以，我叫他你去那个房子，他一边去一边玩过来看我有没有换主意了。我说 no， 进去，然后他进去那边最后看了，最后还进去房子还最后看了一眼了。有时候我买了，没办法，他们玩那种，懂不懂？哎呀，这迷人还要厉害嘛，嗯。每一次都 sorry， 嗯，他是很礼貌的。如果他做坏了，你整理他，他就会 sorry 的，他就会跑到你妈妈来那边啊，然后看你这样子 ，sorry， 真的是 sorry， 嗯，我明天就一样啊，我是等一下几分钟以后，哎，我一转身呢，再找一次，再抓我墙壁。我以前那个房子哈，地板哈，地下哈，就是那个 marble 怎么讲？大理石 ，Italian 大理石，知道多硬嘛哈？哦，你进去可以量，可以算出来多少的那个沟啊？哦，他的脚好厉害啊，他是抓影子的，哇，这个跟你割掉一样啊，一条一条一条这样，好厉害！我又不用剪他们指甲了。特别那个人不用剪，哦，好厉害，怎么能够这样啊？他抓一次而已，就一人一个够了，真的，你可以看清楚，五个不，啊、哦，多少个都有，嗯，那个人真的，啊，那狗就是这样，然后鸟就吃电线，
告诉你啊，听起来好玩啊！哎呀呀，你的电视那个看不到的时候就不好玩了，把它摇光了。你刚刚看电视嘛，好好玩哦，好厉害，好厉害，好好玩，全部都啊，都黑了，什么都不见了，听懂吗？刚好你看那个好玩的节目呢，气死人。OK OK Yeah Someone else 还有谁要不要告什么？我已经警告过你们，讲狗的事情讲不完。上次师父在那个介绍第三本书的时候有谈到那个鱼也有那个灵性，也能够懂人的话。有会、我家里有养一些鱼，每一只鱼我都跟它取名字，那有空去喂的时候就叫他名字，他就会过来吃这样。那别的鱼他会很想吃，但他一直追追，可是他不是那个名字，不是叫他，他只能在手这边跟你亲来亲去，咬来咬去，好像他很喜欢吃，可是他就是没有叫到他的名字，叫了他就来了。对，那等叫别的鱼，别的鱼就过来吃这样子，会知道，很聪明的，他们灵性跟狗娘一样啊，没什么两样，对，全部。动物都跟我们一样啊，不用惊吓什么，跟我们一样啊，都是一样有灵魂嘛，但了解比我们多一点而已啊。那个灵性比较好啊，我们都是头脑都被灌掉了，连用语言讲也不懂，何况用什么啊 telepathy 怎么讲，灵性灵心电感应啊。Yeah, 这个谈不出来了，这个不用谈了啊。但因为在水中常常都会有一种病菌，那个鱼，家里有鱼就是得到那种病，它的那个鱼标就是受到损害，不能平衡啊，所以它就变成反过来这样子哦，这样扶着这样子。Oh my god！ 可是他们还是很快乐这样。那个鱼池在外面，从家里可以看得出去，经过那个窗户。那我师姐就是有时候想说，哎，怎么都静静的，是不是死掉了？因为鱼放过来，一般的想法就是死掉了嘛。那就很担心，就心里就问说，哎，他叫哎，我们要取名字叫波波这样子。他心里就叫他名字说，波波你好吗？啊，他那个旗就会这样举起来跟你，哎，你好，没问题。哎哎，我这我懂了，我懂啊，哎，都他们都这样，有时候像狗或鸟睡觉嘛，我是看起来好像累或是什么啊，我比较担心啊，你好吗？那就尾巴伸起来一点，然后就躺下来就睡着了。我是鸟也是这样子，他们会回答让你知道他 OK。那野外也是这样，野生的那些，哎呀，有时候我担心他们，我问他们好不好，他们就说 OK 啦。那个摇摇一下给你知道，哎呀，有时候回答，有时候用身体而已，哎呀，他们真的啊、哦，好漂亮，啊、哦，动物真很漂亮，好简单，很单纯，跟人有时候比较累，头脑太多，他们是直接的。没有经过头脑的，很简单的。OK, next one. 呼，没了哈。啊，没有，以后再说了。啊，休息哈。OK。啊，没有，这两个小时而已啊。OK, very good. Yeah. 休息一下哈。啊 ，OK。讲话多也会累嘛哈，没有人要讲了哈，我们还有两三天还可以去讲 ，OK， 想到什么就写下来，等一下再讲 ，OK 哈 ，Yeah，OK，、okay, 你们打坐一下休息一下哈，就去 fresh 一下，然后再进来打坐或是换班啦，等等 ，OK， 哪里都可以，就是要打坐了啊 ，OK，Thank you， 谢谢，娇娇。